您是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她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，吃饭啊！顾局长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，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 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干嘛呢？ 发那么大脾气，至于吗？啊，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<笑>行了，别扯了，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 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<笑>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 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，治百病。可是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周家太太约我去喝下午茶，你告诉锦溪。 让他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。是，苏小姐。方叔，奶奶。哎，奶奶啊，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。哦，你尝一尝，给我提点意见呗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嗯，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。 味道都好吃，谢谢奶奶夸奖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一直住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向您道谢呢。嗨呀，你是锦溪的表姐，那谢什么呀？那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。<笑>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奶奶，我那天逛街，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，希望您能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做长辈的哪能收你的东西啊？奶奶。 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但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小心意，你要不收下，我会难过的。好好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他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，算了吧。哎，奶奶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一个老姐妹啊。 约我去喝下午茶，本来想让锦溪呢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哎，苏小姐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那我确实是大闲人一个，但是奶奶，我要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陪我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啊。
奶奶，你就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吧。好。怎么能让顾启成讨厌我呢？他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，祝你口福。你呀，有福气，顾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我来迟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顾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，今天呢是我们提前来了，你要来，这不，你看看，我们都提前来报道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。老夫人一定是您的孙媳妇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一直没见过面。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，她是我孙媳妇儿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儿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。我呢，怕把他一个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他给带出来。是是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啊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。哦，一定的啊。来来来，喝水。喜欢吗？我不过过我不过过过过过天哪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把家里床上弄成这样，我们怎么睡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游戏玩得太投入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给我十秒钟，我马上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来。快点！哎，二三，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干不干净？好了，快来，你玩游戏吧。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露露，露露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是有点过分了。好了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够累的了。来，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奶奶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奶奶，你都不知道，跟着你出去可以长好多好多见识。以后你就多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行啊，只要你啊不嫌我们这些老太太无聊就行。怎么会呢？奶奶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行。奶奶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好。来，慢一点。方叔，方叔，少夫人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她都挑我毛病。就刚才少爷回来，她让我去少爷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我一进去，那个房间可脏了，我都不知道少夫人，她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弄得这么乱的。洛洛，你到顾家的时间呢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的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。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他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他是主人，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洛洛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了。回来啦？怎
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哎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。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一个人的样子，你说他以前多和善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哎，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啊。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，你呢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。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嗯，都怪我表妹，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啊？她要扣我们薪水？霍锦熙，该睡觉了。要是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！你这是。哎呀！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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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贺锦熙！哎，我干嘛？你别太过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，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
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嗯，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？是，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啊，是，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。嗯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。顾少今天闲情雅致啊，知道约我们哥几个出来玩玩。人家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是作陪 ，you know。顾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？家事，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那就是床头吵架，床尾和了。你们说，这女人真是说变就变，怎么这么难搞？而且越来越过分。顾少，事出常态必有妖啊，要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做错什么，有没有惹到他。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了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个贺锦熙的变化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嗯，这个事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他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，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、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城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。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啊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
对，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就不干了，能干就干。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姐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这真的？这啊，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房间拿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苏小姐。哎，苏小姐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。还是苏小姐人好。嗯，你看看吧，越来越过分，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她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着锦汐，我会找她聊聊的。思念刻在墙和瓦，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看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